新朋友音乐会的第一场，辛苦了，你站起来好了。然后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开心的玩，然后希望我们今天的表演都不要出太大的包。谢谢。其实我非常高兴，因为我是在加拿大出生长大，没想过呢可以来台湾 Legacy 为大家唱歌。 刚刚的意思是说，他从加拿大出生长大，我都听得懂，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抱歉打扰了。我们好啊，没有没有，那我没办法翻译。好，非常开心来到这里。那虽然今天我是那个新朋友嘛，这个主题是新朋友呢。其实你们全部都是我的新朋友，我赚到了，一口气赚很多的新朋友。为什么好像我在主持场啊？为什么我会？我应该要，我们回到专心做音乐的身份，好不好？然后今天就是现在 非常要先为大家带来几首歌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中间还有一些crossover。对，哦，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，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看到我们就是整个血汗淋漓的演出。好啊，那请给我一点时间，给我几秒，好，交给你们，聊聊聊，大家再次热烈掌声，掌声非常愉快，谢谢，掌声给文强，对。